砌成一道墙，多少苦心聚成一个家，这里是温暖明亮，阳光眷恋的地方，一个人一点微薄力量，一条心远了遥远梦想，多经历就能点亮，多难的愿望，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来分享感动，化解迷惘，用最温柔的目光看彼此成长，张开背膀，打开门窗，让爱照在心李白，妈妈，一路，妈妈，你猜我什么代志？一路啊，文清因家的人哦，会来讲亲情，爸爸跟妈妈哦，会答应一张婚书。妈妈，这样代志。你决定就好啊。妈妈知影你的歹势，爸爸跟妈妈哦，会把你的婚书办了好，哈。哎呦，妈妈，妈妈希望你哦，家庭美满，你甲文清的家庭会当平安佮幸福。嗯，我嘛希望是安尼。看到你要嫁翁，让我想到阿嬷，就是你的阿祖，较早哦，甲我讲过的话。妈妈，阿祖甲你讲啥？你甲我讲，我一定真认真个记掉的。伊讲哦，咱查某人都爱会晓还家，爱替翁婿哦，甲这个家庭家打起来。翁若打1000斤。哦，都爱担500斤，咱都爱用心把家庭照顾好，翁甲囝才会当平安过日子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妈妈的意思，我一定会去心肝内。来，妈妈希望你哦，唔那是会晓还家，佫较希望你会当将福报带去你的家庭。福报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善良，早头去帮助遐艰苦人，佮这么有爱心，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带予你佮文清的家庭平安佮幸福。你就替妈妈伫个收功德款，妈妈希望你会当把这份功德，唔呐带予你家己，嘛带予你的家庭。妈妈，这妈妈听师父讲，咱人的心肝内若种一个新的种子，大长了后，就产生大树同款，会当滋荫真济人。妈妈希望你就是安尼的大树，唔那会当把家庭照顾好，嘛会当继续做善事，来帮助更加济人。所以妈妈就请这本功德簿啊，要予你做嫁妆。以后，你甲文清伫个台北，除了甲家庭照顾好以外，妈妈伫个彰化，你伫个台北，咱斗阵来做善事，
斗阵来行善添福气。好，上重要是妈妈伫个无款的当中，敢结真侪好个。你嫁去台北遮尼远，我希望你会当结好缘，添福气，予你事事顺心，婚姻美满。妈妈，多谢你。你能这么用心吼，啊，甲厝内咧布置甲安尼，才有喜气，啊，搁这么水吼，我是足欢喜的。好啦，爸爸，你先休困一下，咱先来吃饭啦。是啦，紧来吃饭啦。这顿吼是怡如要嫁人以前煮的，一定特别好吃。行行行，趁小食。哦，会当吃饭啊呢。小坤来，两个手去洗洗啦。哇，看起来拢足好吃的呢。哎、欸，慢一点，手去洗洗。你先手啊。来来来，洗洗。爸爸。我今仔全家拢做你爱食的菜，你今仔一定要加食寡。怡如啊，啊你安遮贤注定哦，啊爸爸若食一伤好食哦，煞唔敢你嫁，啊文清哦伊就麻烦啊哦。爸爸，唔管你爱食啥，以后我当下头厝嘛是各人做你食。恁爸爸咧甲你讲酸笑的啦，你会当找到好对象哦，伊比谁更加欢喜的。怡如啊，只要你嫁了当幸福哦，比啥物都较重要啦。爸爸哦，食着你煮的，食袂着你煮的，迄拢无要紧啊。爸，妈妈，我知影你拢足疼我的。好啦，咱即摆全家伙啊，好好来食你这顿啊用心煮的菜，吼、哦。嗯。我手来去洗洗，吼、哦。一路啊，你滴拜拜，妈妈来带饭，哈、哦。好。一路要嫁翁啊，孙文、孙婷、小芬，拢欢喜甲斗三工办婚事。我甲建南虽然唔甘要查某囝出嫁，但是希望伊会当有一个好的归宿，迄是阮全家人所希望的。今仔日吼，真感谢恁来做念，啊，予往生的人吼，得到真好的祝福。看往生者哦，予咱做念了后，面容安详，我真感动。我嘛真爱去甲往生的人做念，替过身的人祝福，祝福因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哦，佫会当帮助家属安心，安尼真正是真好。这是你甲曾居士甲做念团带了真好，予大家了解做念的好处。是啊，大家拢知影你甲曾居士真热心，真正用心的人吼是曾居士啦。伊甲做念的意义解释甲真好，真侪师兄师姐吼拢嘛是传来。南妈师姐，你客气啊啦。曾居士，你是讲较少，啊，不过你做吼骗我较多。哪有啦？我讲真心话啦，师兄师姐，你若是吼有时间，唔是干会当去参加做念尔，你阁会当对南方师姐吼去做关怀。你敢知影？南方师姐每个月去关怀贫户吼，几啊十户呢？真是的，咱拢唔知呢。我是较自济，台中分会师兄师姐吼，斗阵去共关怀，唔是干那我一个啦。啊，曾居士吼，伊嘛参加啊。即摆吼，咱中华地区做慈济的人比较少，这需要大家吼做来响应啊。我啊吼，平常时做生意较袂用，走较袂开脚啦。那像南方师姐吼，遐尼骨力，伊哦足认真去关怀遐贫户的呢。无啦，我只是尽我能力尔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真欢迎你大家哦参加，这是真的哦。有机会哦，我一定会去。
好啊，真好真好。我安尼，我先来走啊。好啊，顺行。再见再见，顺行，再见。叔叔，不要我店的姐姐哦。无呢，今麦这么晚，我要先来收工的款，明天再去啦。哦，好啦。好，安尼我先来去。好好。叔叔，你是安怎？身体无爽快啊？不是啦，胃咧疼，老毛病啊啦。会要紧未？不要紧啦，已经有吃药啊，啊，就好一阵啊，一阵啊吼，就讲行起来疼。可能是咧提醒我吼，叫我紧回去吃药啊啦。无代志啊，安尼我先来去。啊，再见咯。啊，好，再见。辛苦的哦，谁做那班，那无甲我讲啦。哎，我做遐尼久才新领班，有啥物通好讲的？这嘛是喜事啊，对不？就表示讲哦，公司对你的能力的肯定啊。啊，能力的肯定哦，爱靠家己啦。啊，家己有能力无能力哦，家己嘛上清楚啊。对啦对啦，你的好技术哦，真侪人拢知影啦。啊，中昼做伙食饭啦。好啊。啊，对啦，顺天今仔替我。啊！你若去暗时哦，一定煮啊真青草啦。暗时干咩吼，带手巾甲囡仔做伙来食饭。林工啦，啊囡仔破病，我等下班了后，叫恁照顾囡仔。囡仔咧艰苦，还要紧无？是要紧啦，感冒尔啦。对啦，啊顺便退伍，有点仔叫伊来考大学。就来看伊意愿啊啦。啊，等下去读一个迄个证照合作的学校去学技术啦。啊，都读到未毕业咧，啊，就赶紧要去找工课做啦。啊，即摆无做到啥哦，就去做兵啊。即摆回来啊。看伊较定着吼，较捌代志无啦。顺天哦，这么巧，只要伊哦肯安定落来，甲你学技术哦，我相信讲哦，伊一定有伊的是秘境啦。希望是安尼啦，食饭啦。啊，最新的慈济月刊寄来呢。哦，我看麦。这慈济医院哦，起甲足重要的呢。哦，这就是新的慈济医院呢，足水的呢。是啊，紧甲这月刊哦，替妈妈收起来。哦。下面恁二哈要等下食饭啊呢，紧甲菜炒炒的哈。妈。你这菜全部拢要给恁遐吃的，对不？嘛要给你吃的啦。那个菜哦，加芳芳脆，啊，碗底白白的，哈。好。哦。妈，你是安怎？屁股在疼了哟。我着好一阵嘛，哎，今麦搁在疼。妈。啊，顺便回来啦，菜紧芳出来。哦。顺便啦。爸爸妈妈，您顺便替我。回来就好啊。我才吃饭啊！嗯，阿爸人呢？咱若无看伊啊？丁爸爸哦，今仔日爱加班啦，咱先吃哈。哦，好，吃饭啦，去找妈的。啊！哇，妈，你做啊真青草哦！你今仔日知影妈妈为你做啊真青草？哇，咱妈哦就知讲我好食好料的啦。来，走。第一件嘞，我把都做下来嘞。好啦。哎，收收收。哇，材料。阿娘，哎，咱食较济菜，足久无食咱妈妈做的菜啊吼。做迄个啦，然后迄场中哦，啥物拢嘛食，食你清早走回去见。啥物啊？安尼就无好耍啊。你哦，哎呦，你这个，还是伊都较好念的啦。是讲哦，伊怎么有较大汉，较水啊？妈，你是安怎？有过疼是无？妈，我去甲你摕药啊吼。妈，我去做兵这段时间，你胃病搁夹起来啊？
好一阵啊，即摆搁咧疼。啊，你袂去看医生啊？妈，来食药啦。水加啉一挂啦，啊。你唔要安尼甲我看啦，我今仔日哦已经食两剂药啊，迄胃哦较袂痛，睏一下就好啊。虽然讲你这胃痛哦是旧症头啦，啊我看你药啊安尼吞哦，我真正是替你烦恼呢。这几年食遐济药啊，啊好一阵啊哦，啊倒过来痛啦，啊不过哦。这种好的时间哦，比疼的时间搁较长，安尼甲想就好啊。奇怪呢，你安尼家己的胃痛拢无咧注重呢，哎，安怎你是疼久啊，出啥惯势啊？什么惯势啦？哪有人对破病惯势的？嘿，安尼我就唔捌啦呢。啊，你讲的胃痛，啊，我安尼哦，遐尼热心，定定去替人咧助念啦，啊，收功德款啦，啊，搁去关怀迄款善恰人啦，嘿，啊，你真正哦，甲你家己胃病哦，无当作一回事呢。讲实在的啦，我唔是故意袂记个胃痛，是我看开啊。看开啊，嘿，你嘛讲一我听看卖咧，哈、啊，是安怎看开啊？这几年哦、喔，我拢去工作念啦，啊，看到遐往生的人哦、喔，唔是破病，啊，都是发生意外过身啦，啊，看到的哦、喔，拢是生死无常的场面咧。我去甲因助念，祝福因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看到因每一个人的面哦，愈来愈安详，我的心哦也得咧平静。看看哦，我的胃痛哦都无算啥。呵呵，有影呢。你特别若去助念倒转来吼，哎，我看你讲哦，迄心情特别平静呢。是啊，是真正足平静的呢。大概若做念完，我就会想到伊啊、阿嬷，还佫有道三，伊过身的时阵，留予我迄种不甘。我的心肝内吼，就会祝福伊，参像我去讲做念的往生者同款，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慢慢哦，伊留予我的悲伤，就渐渐无去啊。我就甲我家己讲啊，我爱好好照顾我家己，让因放心。对啦，爱好好啊照顾家己啦。啊，你这胃病啊，赶紧甲医好起，唔通哦，即款病痛安尼哦，甲你高高低，我真正替你烦恼呢。囡仔，啊，这就是人生啊。啊，这辛苦病痛哦，是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的啦。假使讲，我会当参照师父同款，用病痛的身体哦，去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。安尼哦，我都袂逐天为着胃痛咧烦恼。啊，你是用即款的方法哦，来对付你的胃病哦。这听起来吼，敢来心理作用呢？啊，不过真有效呢。虽然讲哦，我离袂开这胃药啊，啊，不过哦，大部分的时间，我嘛是会当做帮助人的代志啊。啊，我心情快乐，迄病痛都减一半去啊。好啦，你心情若快乐，我嘛替你欢喜啦。啊，不管安怎吼，你迄三顿吼爱按时食，你唔通咧无闲到吼，去家己枵着，啊胃病阁起来疼。我是不爱看到你安尼三顿食饭哦，换做三顿咧食药啊呢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照顾家己啦。好啦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公司吼、哦、要招考新的员工啦，我是想讲要叫春田去试看卖，啊，都惊伊唔肯啊。你甲伊讲看卖啊，伊拄仔才做兵回来，无一定哦，嘛想要稳定落来，会愿意去考啊。嘛对啦，无咱做下来去甲伊讲看卖。春田啦，啊，爸爸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哦，春田，这个，哦。阿姨，什么代志？
要招呼新的员工啦，啊，你敢来考大华？嗯。哎呀，爸，我无想要当大华在做。嗯。啊，大华的工课，遐尼稳定，啊，效率阁遮尼好，啊，你来袂？妈，爸，我这边这两年哦，我实在足侪朋友的啊，啊，听人伫咧讲哦，这嘛足侪真好的头路，啊，人拢要介绍我呢。那呢，你有啥物拍算？我嘛才打听讲尔，我一定好好我想着来拍算的啦。会记得当年我退伍的时阵，就是唔知我要做啥物，唔知带你妈妈离开故乡哦，去世界咧做临时工啊，南北咧奔波啦，互恁这个囡仔哦，家大拢无固定的所在。你最近也是应该够有印象，曾经这种离乡背景的辛苦，爸爸真正无希望你阁行一摆。哎呦，爸，袂啦，咱即摆时代无同款啦，工作机会足多啦。阁再讲吼，即摆台湾经济嘛无同啊。一世界哦，拢冇新的头路通做。好啦，互伊去试看卖啦，相信伊啦，吼。好啦，啊，你都要认真哦，去找头路，啊，唔通讲哦，四个月去找你遐朋友去耍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啦。我啦，我休困啦，出来。较早休困啦。孟姐，敢是兰芳师姐？我是啦，啊，请问你是？啊，我好做美容啦，啊，着曾居士介绍我来找你的啦。哦，来得坐，来得坐，来。多谢多谢。我听曾居士讲，你伫家福中心哦，领养做侪囡仔哦。嗯。啊，我都唔甘看伊孤苦无依，想讲有能力就甲伊斗相共啊。你实在足有心的咧。啊，我醉，我给你添醉。啊、哦，多谢多谢。讲起来嘛趣味啦。嗯。我拄刚阮翁结婚的时阵吼，阮翁嫌我无聊啦。嗯。逐天嘛，拢花100块去踅街哦。啊，不过时间过来哦，我实在想无要买啥。啊，拄好哦，我听到电台吼，有一个家庭出善车，听起来足可怜的，需要人斗三工啦。啊，我就招阮大家哦去捐钱，捐200块啦。后来讲知影讲哦，因为阮的捐钱哦，互因的家庭拢有改善呢。我听了哦，足欢喜的。对迄个时阵哦，我就爱做善事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你真正足有善心的咧。谢谢啦，多谢多谢。这一次，我要感谢阮翁啦。我若想要做啥，伊都互我做啥。听讲资济哦，拢救遮个艰苦人，甲去病院，我就甲一挂朋友吼捐钱啊。结果真紧呢，36个人呢，后伊伫上钱吼寄去台北个苏姐遐啦。啊，后来曾居士讲，中华苏姐你咧收功德款啊，所以我就来认识你啊。你实在足客气个呢，以后吼要做善事，大家斗阵做啦。啊，对啦，明仔载吼，阮要去园林看一个案，啊，唔知你有时间无？要斗阵去无？好啊好啊，刚到三工我上爱，而且哦，我遐个朋友拢足热心的哦，我才叫因斗阵来。好啊，我再跟你约时间。嗯。搞吗？无代无志，甲头家冤家，一声好啊，工课无啊，是变啊甲爸妈因交代啊。做工课啊！
妈，你电话好安尼，今日饮啦，我来电话吼。你老实讲，是不是工课阁无用？啊，迄项我兴趣袂合啦，我甲头家嘛袂合。你这个囡仔，啊，你毋是答应妈妈讲，即届要好我做？妈，你有要紧无啦？是毋是胃骨疼啊？啊，我迄个头脑吼，是就是啊，搁找到有啊嘛，你莫受气啦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即届一定会赶紧找到头路的啦。安怎？你工课阁无暗？你是打算一年要换二次的头家？爸，即届我嘛想想讲要认真做啊，啊，谁知影伊头家刁工刁我啦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好啦好啦，你莫念我啦，我看妈胃疼阁遐厉害，你搁我去上班，我嘛袂放心啊。顺便啊，你若真正有效，爸妈拢知影。啊，不过你即摆哦，工课也袂稳定，我是真烦恼你的未来呢。昨昏我有跟朋友联络啊啦，啊有招我去台中上班啊，过一阵我就去台中啊。哎、欸，妈，你药啊啉啉咩吼？爱紧去休困哦，我先替你披衫啦吼。哎，这个囡仔哦，唔知当时在定着了。啊，不是要收功德款，啊，目头角角。我是想到顺电啦。其实我明知啊哦，伊讲要照顾我是咧甲我骗。我嘛是想讲吼，看会当给伊机会，看伊以后会安怎做。顺电做兵回来啦，是大人啊啦，伊嘛会晓讲哦，替家己前途去想啊啦。先莫想顺电的代志啦，等你哦功德款来收完哦，我出来挂号。去挂什么号啊？哦，虽然你讲你胃疼吼，是小可代志啦，啊，不要紧啦，啊，你会堪要忍。啊，不过我看你疼到安尼哦，我都袂堪要忍的呢。紧啦！哎，你先听我讲。你爸母年的药啊哦，啊，吃几啊回啊啦？啊，胃疼都啊，连咪好，啊，连咪佫发作啦。咱来换一个西医看卖。卖啦！今仔日我爱收工这款，啊，你暗时爱上班呢，啊，袂检查哦，万咪急的这个时阵。啊！你这胃疼，你定定拖咪来用的啦。咱来换一西医哦，做一彻底检查。你唔免烦恼啦，拄啊启用的主治病院哦，已经安排中部的委员等去做全身检查，我已经报名啦。哦，他唔较早讲的，我咧替你紧张干呢。舅，舅。啊！你今日安怎啦？拢白讲话。我是咧想讲，我明仔检查好未？啊，这是检查啥？花莲的主治病院安排中部的委员去做健康检查啦。啊，我明就去啊。谢谢哦。阿姊看无神款去的病院，啊，即马颠倒过来照顾伊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是讲，啊，唔知我明即马检查的结果是安怎？师傅，你放心啦，阿姊哦，做这样一个好代志哦，好人哦，一定平安如意。医生啊，我看你一直咧看迄片哦，你是不是要甲我讲，我的胃无好？胃、是啊，我的胃吼拢医袂好啦，啊，疼几啊年啊，啊，中医也看过，西医也看过，啊，好一阵啊吼，都搁夹起来疼啦，我家己吼嘛拢习惯啦。其实你的胃吼无问题啦。胃无问题？哪有可能？我的胃吼疼过六年啊嘞。下颈吼不是伫个胃，是伫个胃下面的十二指肠。十二指肠，十二指肠发炎的时阵吼，会有胀痛感，阿妈想要吐，这镜头吼，甲胃疼相像，所以很多人弄错，因为你就是治疗唔对所在，所以唔若治无好，甚至搁较严重。啊，原来是医唔对所在哦。
怪我吃这么多个月的药啊，我拢无效。今麻吼有一个较麻烦的所在啦，就是你的十二指肠内底吼有一粒肿瘤。医生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的腹肚内生一个歹命？是啦，啊，目前吼是良性的，我的建议是吼要及早切除。及早切除，啊，唔得爱动手术。医生啊，迄食药啊，敢袂好啊？食药啊是用暂时控制病情，啊，不过若要坚持吼。一定要动手术。阿伯，我再去问看卖啦。今麦吼有一个较麻烦的所在啦，就是你的十二指肠内底吼有一粒肿瘤。啊，目前吼是良性的，我的建议是吼要及早切除。及早切除，啊，唔得爱动手术。医生啊，迄食药啊，敢袂好啊？食药啊是用暂时控制病情，啊，不过若要坚持吼，一定爱动手术。敢要有囡人知影？若是让伊知影，伊一定足烦恼的。阿母嘛是担心的。哦，本来就是一定要去面对的。吴明啊，吴明，吴明，哎，你倒来哦。啊，炒一个菜就会当食饭啊。是啊，你健康检查结果安怎？不是胃啦，是咱医唔着所在啦。啊？迄医唔着所在？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胃痛啦。是十二指肠啦，啊医生吼找到原因啦，伫咧十二指肠遐吼生一个肿瘤。啊，肿瘤？啊，那愈讲愈严重啊。是良性的啦。唔管什么良性的啦，迄肿瘤呢？医生讲安怎讲？医生讲吼，不是歹物啊，啊开刀开开的就无代志啊。啥？我会开刀？大代志呢？好佳哉哦！医生有找到原因啦，啊，咱应该感觉欢喜啊。医生讲哦，只要把迄肿瘤挂掉，安尼就无代志啊。咱安尼想就好啊。对啊，你安尼讲嘛有影啦。啊，你这么多年哦，拢替主席做安尼多善事，好人好报啦。我相信来开刀哦，一定会真顺利啦。是啊。我嘛是安尼想，安尼甲想哦，心肝内就较袂遐尼烦恼啊。我起来换一个衫尔，好，等下就来食饭。啊，炒一个菜就当食饭啊。阿母啊，安那安尼啦，活无背呢。哎呀，啊，地母娘娘哦，都唔捌我活无背啊！啊，紧，拉妹，紧过来，过来啦！一定是吼，咱无够虔诚啦。地母娘娘啊，阮阿弥啊吼，是一个好媳妇呢。阿姨对你哦，阿姐诚心啊。即马哦，伊身体出问题啊，啊，心如哦，甲我的后生，嘛唔知要安怎才好，所以才祈求地母娘娘，请你甲心如支持一下啦吼。哦，那又赶快。啊，是毋是讲哦，我的媳妇若去开刀，会有变数，啊，一切都还看伊的机缘。啊，媳妇安尼问，嘛毋知影讲是对啊毋对，啊，请地母娘娘哦，你甲媳妇支持一下吼。
母啊，啊这什么意思啦？啊，吴明到底爱开刀无啦？你莫着急，让阿母小心一下吼。阿母，地母娘娘啊，是不是哦？新女来去彰化照顾我的新妇，安尼对伊有帮助，安尼伊就会较平顺，是无？若是的是，请你搁甲我支持一下吼。回来了。阿姊。来边坐啊。啊，你敲电话来，叫我等你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我知影讲吼，你生瘤啦，啊，我真担心你啦。可怜啊，阿姊看足可怜啦。人生哦，生老病死，生死这关哦，是每一个人拢爱经过。我真平静哦，第一面对我家己的病情，只要以后的代志有安排好，我就较袂遐尼挂心啊。不过。我知影讲要动手术，啊，我想着我着会惊。唔免惊啦，啊，即摆医术遮尔进步，我知影恁大家拢会烦恼我。我会当做的哦，敢若会当配合医生，啊，听医生的话，啊，若以后的代志哦，只好交医生啦。坤良啊，至少哦，阿姊有找到破病的原因啦。对吧？我就是了解一点，所以哦，我才有真深的体会啊。哎，对了，阿姊啊，嗯，这是阮同事哦，给我讲的款哦，阿姨的名拢在这啦，我即马交给你啦。可怜啊，阿你嘛开始在收讲的款啦。这两天哦，我有认真去想啦。阿姊，假使哦，你若无退住者，收这公积款哦，你嘛无机会发现讲家己破病。所以我相信讲哦，这做公积，若是对别人有帮助，对家己哦嘛真好啦。我着甲我的想法咯，甲我的同事讲，伊嘛认为讲哦，我讲的真对，所以哦，伊着将这公积款哦，就拢交给我啦。姑娘啊，你会当了解这件代志哦，真正足好个，阿姊真欢喜。阿姆讲哦，这公积款哦，阿姊袂当甲你收啊。啥喏？公积哦，予你家己做。阿姊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？姑娘啊，既然哦，你有认同收公积款，阿姊哦，希望你以后家己收，唔那会当甲人结好个，咪当替家己哦做公积啊。好，阿姊，我哦，嘛爱对你脚步行。真好哦，阿姊足欢喜的。喂，师傅，阿弥陀佛，师傅，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好，我知啦，师傅，我会听你的话，留伫彰化开刀。嗯，我知。是，好，师父阿弥陀佛。师父打电话来。是啊，师父打电话叫我一定要去开刀。师父讲哦，病人好，才好多继续行主神的路。师父叫我一定要留在彰化开刀。伊讲安尼哦。有亲人伫个，伫个照顾，安尼会好较紧。想袂到讲，师父这么关心阿姊。师父足慈悲个，伊甲别人个病痛，拢当作是家己同款伫个关心。真正足感谢师父。
李夏，你这面看起来无啥物，但是真香呢。多谢你娱乐啦，以后我较食拄好你食。好啊。看看以后哦，你妈妈来去大医院吼，啊，有顺便咧煮面给大家吃，啊，大家都免惊去枵着啊咧。这面吼是煮较咸一点啊，阿姆讲口味袂歹呢。对啦，顺便啊，啊，你开会找到安怎样？有啦。好，我去找啊。有啦，到一头路吼，要叫伊去试看卖啦。啊，对啦对啦，阿妈，迄头家吼人袂歹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有咩啊？顺便甲小芬吼，拢已经大人啊啦，会用家己顾家己啊啦。哈，你已经免让爸爸妈妈烦恼啊，对不？对啊，妈。紧吃紧吃，啊，趁少紧吃啦。你决心要动手术啊？师傅伫个电话内底讲，病痛人来的时阵，都爱欢喜受，安尼哦，才会当消业障。师傅佫爱我哦，用平常心去接受这个手术，所以吼，我决定要勇敢来面对。那呢，你打算什么时阵去花莲啊？师傅讲哦，去花莲伤远啦，伊爱我留伫个彰化开刀。伊讲哦，安尼厝内人要照顾我，较方便啦。我今仔日哦，已经去看过医生啊。林师傅哦，想了真周到啦。安尼家己听你坐台车无闲，啊，佫专工敲长途电话来吩咐讲你爱开刀，伊真正哦足关心你。想哦，恁小芬甲孙文同款，拢真有资格，应该乖乖啊读册，袂予你烦恼。啊，那依如哦，嘛已经有家己的家庭啊。啊，顺便哦，你都爱加找一寡时间来关心，啊，叫伊哦，爱找些较稳定的工作做。你即马就容易讲这啦。万一开刀的时阵，我若是有啥物意外，你都爱看较开的哦。吴明啊，你即马是乌白相啥啦？你袂有代志啦。金兰，我即马真正是看足开的啊，迄生命真正是足无常的，我嘛想甲足清楚的。既然我甲我家己交代予医生，我都爱面对开刀的风险啊！吴明，这么多年来，你是我生命当中上重要的人，我的厝，我的囡仔，我的生活，咱拢是斗阵打拼出来的。我若是再无你，我日子真正不知要怎过落去。金兰，有真多代志，毋是咱会当做决定的，你莫想遐尼济，咱就顺其自然，吼。吴明，我知你从你个边教我医生啊，从你心教我菩萨，不过你莫叫我袂记，我会一直热心，我会甲你救着的。你爱答应我，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啊！
观世音菩萨，安尼观世音菩萨吼就会保护你，知影无哈？无名，放心啦，我咧手术房好好等你哦，好。歹势，请你伫遮等一下。曲折过后的美。